为积极贯彻落实百校结好倡议，帮助师生掌握基本外事常识，熟悉外事规则和国际礼仪，扩大青少年国际视野，提升国际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，提升学校教师外语教学水平，为学生提供相对纯正的外语学习体验，搭建起同外国人零距离交流的平台。九州小学积极组织2023年百校结好倡议之外籍专家、 国际志愿者进校园活动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搭建平台。多年来，九州小学秉承多彩梦想、阳光路上的核心文化理念，让每一个孩子在阳光下多彩绽放，打好人生的底色，拥有向上、向善、向美的自觉，让每一位教师甘愿做阳光下最美丽的事业，厚植德艺、双馨的底蕴，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，让每一位家长都成为学校教育的同路人。 同心同行，合力共育，促进学生、教师、家长三位一体共同成长，家庭、社会、学校三位一体协同育人，努力让九州人民家门口的好学校更好，为每一个孩子阳光多彩的人生奠基。